我才说五两点，你可以打。好，等一下去那边，你就买了。老板就升起来了。哦，升起来。你是摸到鼠来宝的大便，他自己大便。他滴耶，妈恐怖！你有听到吗？我那时候不是叫你拿湿纸巾，就是因为我擦屁股的时候都割到手。然后那个把它剪掉，要不然还在。嗯。录什么？有没有录啊？有啊。剪什么？很恶心。就刚刚啊。哦。他讲你讲那个大便。男客得到伊听去。有什么关系？他跑去大便，我。对呀，那一集真的超。打到一半跑去大便。你知道我刚刚的事情吗？你刚刚。不想知道。还不来吃，伊啊吃个遐么土。那这样，那个谁应该要给他准备的？要啊，要。要准备，至少要准备一套。嗯。我放你到大姑姑哎，我都拍谁？有好远，你是拍大姑姑，都一直。你当。徛伫遮做我的小帮手，你帮我试就好啊。还要跟鼠来宝玩呢。哎呀，他过去。啊，你叫他那个啦，叫他出来啊，里面太热，里面没有。叫你们也一起出来，我们单手跟他玩。七点半啊。南风。你打南风啊？嗯。甜的，六万，痛，八万，九万，三六九，一起打。发财！摸字，六条。九条。你不是说里面的网络很烂吗？他为什么要跑进去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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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讲说，就是
上次拍完对不对？他就真的怀孕了，所以我们就接着看，然后就结束了。你这样，哎呦，这样啊，免客啊，免客啦，一百啊，一百八的，因为他上次去他。不要穿裤子比较好看，就平常就穿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好走。快！哪一句？你头买拢袂啊？嗯，买来回报一下。哦。就等一下就好了。三万呢？嗯。交叉。左边吗？对。碰一个。放一个一鸟，一鸟，嗯，哪一边啊？在这，还吃得到？对呀、啊，八条。
啊。哎、欸，等下碰手。啊，你要不要碰一下，伊、哦、要自摸啊啦。对啊，你行一行。哎呀，安尼袂。哦，安尼我猜到，你无碰我放枪，是啊，我下一支三品啊，倒下来，什么东西啊？倒掉我那，我打，我。